好，各位大家好，是台湾科技能源推动联盟召集人高荣平哈。那我们从早上到刚才哈，就听到这么多包括在对核能的疑虑啊，然后包括在这个电力的需求电力的这个需求面。另外，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在那个台湾的再生能源未来我们的这个发展的可能性哈，根据这个德国哈，这个 DTW 就是联邦能源的水经济工会啊，最近的这个报告指出啊，在2014年哈，全德国他们的这个混合的这个电力的这个比例上面呢，再生能源其实已经占到25.8%，其实这个是在所有的比例里面已经是最高的哈，它高于它总共发了1.57亿的电，那它比核能占核能现在占的是15.9%哈，所以远高于核能。另外就是也高于核煤25.6%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大家都知道德国的那个现在是下午将近4点，再晚半个小时德国就要下雨了。那如果在这个风力发电，德国第一时间的这个风力发电机到了台湾，每一分钟转的运转，就是将来会到台湾变成请大家一起讲好不好？大家就可以知道，其实在不管是自然条件上面哈，还有是在另外就是刚才说的太阳能发电的部分，其实台湾的太阳能板在台湾世界第二名。那我到外面去郊游，不管在台湾太阳能、风能哈，或者是其他地热发电哈，早期发电等等，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潜力。而且呢，太阳能板的那个能源转换率现在已经提高到44.7%了。其实未来怎么样去积极去发展再生能源，其实也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的方向，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那个能源进口在98%以上，那这些的能源可能就是核能啊、核煤啊，这可能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对健康有疑虑，或者安全有疑虑，或者成本太高，或者是造成我们的健康的这个影响。那未来再生能源如果大家一起努力，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些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哈我们这一场的引言人，跟语谈人帮我们分别从太阳能、风能跟地热能跟我们一样。首先，我们就邀请中华民国太阳光电发电系统商业工会的创会理事长和林山成先生来跟我们分享，掌声欢迎。大家好，这个我们这个第二届的理事长今天要来，这理事长没有来。我们欢迎他一下。我们这个会啊，我是觉得很直接的，我就跟有意见给主办单位。我们今天的会跟主办单位总共有31个，然后但是31个，我觉得说之后啊，我这个报告我在8间大学在做授课，然后大概都是这一份。然后如果这一份呢，我相信大家都是专家。大家如果看着觉得不错很好，我是像我一样到各地散播到各地去开这个演讲，是说才让他宣导三民主义一样，到处去讲民生主义、民权主义一样，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个没有力量，在取暖而已啊。对不起，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讲事情，那这样。我们工会里面更是来了20几个，都是到各乡镇去推广的哦。他们都是到各乡镇去讲太阳能怎么样，投资报酬怎么样。所以说我是认为说，今天我这个讲义如果真的大家好，觉得还不错啊，可以当你们去做推广的话，就是请这个主办单位就是上后面我上让你们在里面去当做，那没关系。那因为我的讲义，我可能会讲一半，那我会尽快讲快一点啊。这是第一个，这是我们先讲这个全球太阳光电发展的这个3个国家啊，德国、中国和日本的光能能源的一个简介，还有台湾能源结构跟太阳光电的一个政策的说明。那我们现在讲全球光谷能源发展的一个简介啊，我们从最新的报告，就是去年10月。还有这个十月的这个报告啊，
还有这个刚出炉的这个2014年底的报告，我这边讲义里面都会讲，然后把这个亚洲再生能源的策略这边也会做一个统合，那光伏能源产业的趋势这边会讲。全世界到2013到2023年3月底啊，整个全球的一个占比啊，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它整个占比61%。那这个是安装量，那在制造量里面呢、啊，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太阳能的一个输出国家啊，它占了将近70%。那台湾呢，16%。前天台湾被美国双反之后，相信台湾又会有一波倒闭潮跟整并潮，啊、哦，这一个从这10年来的太阳能光电的一个产业趋势里面，它是一个很难投资的。大家都知道，它绝对是现在的发展，绝对是这个太阳能绝对是属于第一选位的。但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它面临到非常大的竞争跟政策因素的影响。所以一般玩股票操作的可能都没办法。那世界上最大的电厂啊、哦，现在在去年的11月28号已经运作了，它等于同一个火力发电厂。那可能马上又被盖过了一个600多枚的、哦、会出来。那现在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发展已经到达到。这一张特别要来讲的说，已经大大上一个太阳能电厂都等于一个火力发电厂的一个发展趋势的。那这一个是联合国 IEN21 的这一个21世纪在去年六月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他讲了啊，在2013年总共全球累计139G，那预估2014是200G，没有错，2014的报告已经出来了，是200G。那200G就等同什么？等同30座的核能电厂。那这个在欧洲各国里面在发展太阳能啊，这个全球报告里面，太阳能每年提供227万个就这个工作机会。这个是上个月的报告了啊，这是2014年啊，跟。一年就装了50G，全球累计到200G，等于31座核电厂。那31座核电厂的发电量，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油价会这个那么大幅的下跌？那大幅的下跌当然有很多个因素的哈，当然有这个页岩油气的一个问题点，还有这个各政治因素的问题点。最重要的还是全球太再生能源的发展。你想想看啊，这当一个这个太阳能的装设达到200G。到31座的这个核电厂，那等同多的火力发电厂，也等同约40座的火力发电厂。火力发电厂里面的燃油的部分全部被取代的话，那油的需求当然也会被都被取代掉。啊，就是这个油品的竞争啊，现在是这一个以我个人的认知啊分析是这一个产油国家要跟这个页岩气国家啊要去做这一个。你死我活的竞争，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演变。那这个 IEA 2014年，哦，它预估到2050年的一个成本预估，这个成本预估里面，它非常非常这个让人讶异的，短短的再生能源10年的发展过程里面呢，哦，在2020年，它一度电的成本3.15块。那3.15块都已经远低于目前台湾电力公司的平均价4.67，哦，已经比它低很多了。然后到达这个2030年，变成2.1块，这是针对这个再生能源的部分，太阳能的部分。啊，更可怕的是，2050年1.35块。那这一个已经打破到说，这个这十年来。所有的报告，你去看去年的报告、前年的报告，每年的报告都不一样，每年的预估都是错误。但是你会看到，这一个的全世界 IEA 的预告，它没有错，越来越便宜。所有的能源可以让你越来越便宜的，只有太阳能，只有风力发电，而且是太阳能的表现是最优秀的。什么能源可以让你减价？只有会用的越来越少。这个用
台湾没有这个核能产业，没有核能产业，你根本没办法取得你的这设备成本跟燃料成本，你根本就不会有竞争能力。这部分可能在这边特别讲到。然后 IEA 2050年全年会达到3000G，就是462座的核电厂，这样的一个发展啊，可能就给各位做一个未来能源发展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来看，在2020年它会占全球的1%，到2030年它会再占全球的5%，到2040年占9%，2050年会占到11%，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免费的能源可以运作到占了10%以上，这个是安装比，这全世界总共有31个国家有435座的核电厂，这个是我在2012年统计出来的一个。那在台湾在2012年统计的是那个安装量啊是0.22G，这个0.22G啊，就是说我们13年来，今年是0.5G 的，0.56G 了，一样只有1/1000，连1%都没有达到。所以在台湾推行这个再生能源跟其他的节能的过程里面啊，它是连1%都没有达到的。那我们来看人均啊，这个 IEA 2014的报告，我们把他们的发展除以德国的人口，我们得到每一个人他们的干净的能源的配比是446瓦。那台湾的发展在2013年底是392，每除以2300万，每一个人是17，是我们跟欧洲怎么比啊？我们跟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核能电厂法国怎么比？我们法国还有69.7啊。这是对于目前的执政党，我是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后面的两个字你们念啊，无法理解的。那全世界的再生能源的一个政策啊，从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沙特、阿拉伯，这一些资料每天都在更新。然后这一个彭博的报告也出来说，所有的公用电业啊，包括核能火力一直这一个被打压，这个核能电厂啊，一个刚刚有人讲说是那个日本朋友他都6座了，我在这个去年统计的是4座。这个美国的这个核电厂哈、关闭了，这一些事情，懂为了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啊，这个再生能源对抗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集团，这个集团是所谓的那个石油集团跟武器集团，因为石油都是引来战争的。那全世界最可怕的这两个集团的说客、奸客，他们每一年可能都花几百亿在做游说政府的工作。再生能源、太阳能、风力在打破这两个集团，所以基本上这一个非常艰辛的一个战争啊。能源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啊，地球就是那么小，就是这么一颗，能源就是你夺我抢，然后不用钱的能源已经让这一些需要钱的能源。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我们要努力的可能就是要去面对它，去抗争它。然后这个能源产业的一个趋势啊，我们在欧洲占比啊，这部分我可能会很快的跳过去的啊，讲一些重点啊。那这些事情我也是要跟这个领导人讲啊，如果你没有远见的话，你会被翻掉啊，这个是被翻掉了啊。那么是要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们来看最近的一个消息，2014年、2015年的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全球产能产出啊哈，已经供过于求了。今年的产出这个模组有64G，但是今年预估可能还会到50G，所以我们的产出还多了将近15%到25%。所以这个产业你们在玩股票可能要小心一点，它涨不起来。他可能这个股票，对吧？玩能源股的你们自己要去衡量啊，就是说产出远大于需求，这部分的数据给你们了解一下。然后能源趋势啊，那个每一个现在下一个印度啊，最近常来台湾，这个举办活动啊，也在发布很多的一个讯息，而且都是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计划，这个。
这个亚洲地区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第三大的一个需求，这一些，然后华国这个是比较讶异的，然后从75%的核比啊降到50%，然后他们告诉全世界说，因为核能太贵，只有他们是有核能产业的哦，他们是不核能出租的哦，有一个核能产业的人，他跟你讲说，这一个核电最贵。那我们没有核能工业，没有核能产业的，再给他使用，给他买东西，说最便宜，啊，那这个是不远可预的啊，他是把我们当傻瓜嘛，啊，才会飞得翻盘嘛。然后这个美国最大的一个电厂的一个状况啊，它一个关了，关了6厂啊，真的是关了6座了。那这边就是刚我修正最新的一个新闻了啊，修正下来。那这个东西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太阳能。绝对是所有10万能源的杀手，哦，然后泰国现在也在开始，哦，这是最近的消息，会有个2G， 东南亚会第一名。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全世界啊，100%靠再生能源的国家，苏格兰，还有一些企业，哦，那奥地利现在是25%了，哦，然后现在。我们在讲说这个电价跟太阳能的电价同价的时候会产生怎么样，现在已经是太阳能的电价比目前的台电的电价还便宜，那会怎么样，会遇到更大的阻碍。那台湾电力公司，台湾电力公司现在这个说客啊，我们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啊，一直在跟我们讲，叫我们不要讲缓和人都不要谈啊，因为我们下礼拜一、礼拜二，我们工会跟商总会有4个名额啊进去里面。那当然了，我们也不会去讲缓和能啊，缓和我们绝对不会讲，因为核这个东西是政治问题啊，是全民公投的问题啊。所以在这里啊，我虽然我缓和，但是我不会去讲说我缓和啊，那因为这个是一个假议题，绝对是一个假议题啊。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个问题要所有可以动员的政治人物的，你有朋友是政治人物啊，你有政党关系，赶快去动员，让这一件事情赶快去公投，哦，把它公投决定掉，啊，要活大家活，要死大家死。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决心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合不合的问题了，啊，是让我们看好。那未来现在全世界在发展的就是储能的一个科技，这储能的科技就是因为。欧洲发展再生能源，他们发现再生能源全部都在输出了。那输出的话，有的人根本用不到电，变成是过多，所以他要来储能。这个储能就是在来调节这个一天24小时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方式啊，这也是唯一目前对再生能源最大的这一个辅助工具，就是储电。然后刚刚讲这一点呢，啊，就是行政院11月3日，啊，这一个人讲的那两年下台了，因为他讲，那我就知道说他活不了1个月，真的活不了1个月。一般这一个见不得太阳好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好像一直是这样啊。这个是日本的规划了啊，日本在2030年呢，他们是规划说整个全球会达到1573G的啊 ，IEA 是预估。这个2050年，然后达到3000G 的462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德国的发展啊，这边我讲快一点。哦，德国每一年的发展都是台湾20年的发展还要多20%。台湾20年的发展是6G， 但是在德国你注意看，它每一年哦，一年到7.4G、7.5G、7.6G， 它一直在告诉这一个台湾政府说你无能，你无能，你无能啊，但是这个政府，他说这个真的我无能就被翻掉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啊，翻掉啊。然后这个德国的一个电价一个结构啊，德国的电价结构它是很清楚的，他告诉你我要跟你收什么钱，这个钱要做什么用。那这件事情在台湾没有人讲，那我可以跟你们讲啊，就是说这个台湾电力公司在2011年、2012年、2013年。2014年，他平均每年28600多个人，他人数一直在升哦。但是因为政府要求他要这一个减低他的这个开销，这个黄图啊，他以前就是董事的啊，他应该更清楚那个内幕啊。结果他们就花了6000-7000个人的所谓的这个违契约工，
啊，去月光就不用缴这个劳健保嘛，跟退休金，然后骗政府说你看我 cost down 下来，那就你把它整理出来。在三年前，他一年平均28000多个人，平均一年一个人的薪资142万，到今年一个人的薪资157万。现在呢，他开始要做缩脚，把部门花分成8个部门，连业务部哦，怎么叫业务部？请问台湾这边需要做业务吗？不用，不需要嘛，对不对？那业务部平均一个人是150万。对一个年轻人刚出社会领22K领25K 的人情何以堪？为什么这个社会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的这一个政府的开销花费会那么大，从来不去检讨？就是因为我要领那么多钱，今天你的人员不用钱要来跟我竞争，当然你要面对更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什么？这个压力就是你要做再生人员，我跟你设十关，但是你没有给你关刀，跟你关刀也只能讲到第五关，没有错吧？这个是我们台湾发展在这人员里面非常可悲的。我现在剩下2分钟，然后这个我们德国的发展啊，这边要讲快一点啊。来看这个啊，一个月一个月的看，这是一整年的德国的发电量，我把它统计出来。我们来看到这一张啊，这个是第16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电量啊，已经跟我们的核一核二发电量一模一样。你说它稳不稳定？它是一个稳定的哦，它真的是一个稳定的。注意看啊，这条线，绿色那条线。当再生能源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说，夏季就是有太阳能，冬季就是有风力发电。那这一些能源的来源是怎样？是我聪明了，我有练书，我有技术，我知道什么时间拿来用啊。我而不是告诉你这个不稳定，那个不稳定，这个夏季没有风，这个冬季没有太阳。我们政府是用这样的心态在教育人家，是说什么时间有我拿什么时间来利用。我的能源配比、能源发展、能源设计、节能设施，做跟着时间曲线、能源曲线的来源来做设计规划，没有。这就是我们这个毛先生啊，人家用脑治国，他用脑治国的那一个，他昨天又讲了一句话，他这个未来会没电吧？为什么我一直很气很气？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这20几年来出不了一个梅克？人家梅克还没有给息，不给息你了不？啊，那我这个我讲快一点的啊。我不这么讲，你们大家都会睡着了。立马吧。我们讲一下啊、哦，这个再生能源，你看德国25.8哦，这是最新的资料，它已经占到它主要来源的第一名了。第二名南美是25.6，它还大它0.28哦。所有的不可能，全部在这个无机器的时候，我把你实现出来。你无机器的时候，你是要做啥？啊，检讨啦，吼、哦，你那检讨哦，吼，啊，安尼也乖。啊，即摆来看，真的是达到，你看他在2014年，他的再生能源呐，啊，也是叫再生能源的简称啊，他达到45%，达到45%。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呢、啊，我讲快一点啊，我还有多少时间到吗？你们要让我下台吗？不要啊，再讲嘛，这个举牌看看啊。人家不要让我下台啊！这一天，我这边看啊，日本的发展啊，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很非常可怕哦，啊、哦，它2年就达到60G，两年达到60G，可怕吧？你们可以上这个网站去看哦，哦，这个网站去看，它3月份就6.7G 耶，买67G 的申请量，它整年去年是100G 的，可怕吧？但是它的持续安装只有好像是只有10几G 啦，啊，10G，那所以它后面遇到了非常多的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下面会讲个问题。那中国的发展啊，中国我最欣慰它的就是说啊，它是事前规划，事后啊很清楚、很透明的告诉你，我中要安怎做。你不叫我艺术的话，就我你好看，你就是这个政策啊。所以讲啊，它去年多了。把20000多的奸客啊，哦，抓去关，所以你看哦，连尚德啊也倒过了，第二大、第一大什么都倒了，
为什么？中国大陆管你多大，你们在我的政策走，你乱七八糟，我就让你打。他是讲哦，他会自我检讨哦，他怎么自我检讨？啊，他会定出什么区域什么事我都查出来了，这个区域要让多少价格收购，又这个收购完，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定这个价格，因为我用 IRR7 去给你。IRR7 是什么？IRC 就是投资报酬率大于七，任何银行都会借你钱，你的融资绝对过得了，你懂吗？他定一个让你可以活下去的能源政策，要你跟国家配合，国家就是要发展这样，你们叫国家来配合，国家不会害你，那台湾是要害你。来，你来走，设公司，啊，你来走，来标，标啊，大家都嘛着急。你了解一种啊，台湾的再生能源的、啊、哦，厂商真的很可怜，像我当老板的啦、啊、哦，现在我们这个理事长啊，他的员工啊，我要听他的话，他五年没有涨价，三两靠一家在那里搞十公斤，别落来一点靠过一点，正总给我加薪哦，我在家嗯，我比我爸，你的薪水一定不起来，就是安内过程一直在重演，上个月。我去标能源局的再生能源办公室的这一个预算，总共是2600万，一年人事费用，我去标，我去到商总做了商总的理事，成为商总全国能源委员会的主委，然后讨论我这么的几冷几你们让他变主委哦，啊，我就想办法去进这个标啊，啊，不进这个标，我就去能源局跟他讲说，哎，局长啊，我给你标啊，吼，你。给你造成这些困扰，因为台湾经济研究院、台中院、台经院这些王八蛋的院，每年拿你那么多的钱做出，那叛党叛国的事情啊，对不对？让你们执政党下台啊，做这些不实的广告、不实的数据、不实的坐在办公室里面上网抄资料，就可以做出报告出来，每年给你领了六七亿这样的一个单位，每年的这样的底，做这样的假资料，在帮助你们做背黑锅的事情。我今天要去抢这个工作，啊，会对你失礼无？讲不要不要，真好啊！你来标啊，这无法去标，就我问这五四三委员，我本来是要给伊，好伊要给他这个会议没有串，其实他是违法的，因为他们也没有当场这个议价。我标多少？我标2000万哦，没有中，结果2500万的中，就他的锁定就是那个台中嘛。永远都是这几个，每年拿十几亿的会一直拿嘛，做假资料嘛。今天有能源会议，全国能源会议，这是他们做出来的嘛？他今天台中会做出来的嘛？多少钱？他还每年为了我林三成，为了我工会编了6000万，请律师要跟我修割。我那盖狗呢？哪里狗？我今妈过高调，我要退一万，我今妈在理事长那气我，继续告，但是还没有输过了。我讲快一点啊，这个实质措施呢，中国大陆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就定得很严格，还是这样，就是说政府不做后尾，电力公司不做后尾，他都很厉害，什么东西都是你要做，台湾不是，台湾都是我们要做这些事情，这个已经呢、啊、到我们看到整个人家阿郎阿郎的进步到安尼啊。对不对？我们之前都能够那水深火热的国家，那水深火热的国家，大家都撇开对，对不对？我在那领棍追，对吧？这个真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好，今天呢、啊，我讲快一点啊！哈，我只讲不会的，我过来北京，我非常出来有奖金啦！啊，无你看我掉啊，我只讲翻翻。第一啊，时间到，我给3.79吨啊，这个是我们刚刚你们看很多表格啊，这个表格我这边一定要把它踢掉。都是错的啦！刚刚很多人上标，怎么11点多吨？我告诉你，这是错的。错的原因是，我们先把全台湾的这一个统计数量啊，这是经交通部提供出来的。我们把交通数据依照的数据，我们来换算，平均啊，才汽车而已，这是私有的，就一个人除以2300万，就一个人用3.79吨的哦。好、哦，这个是有资料的。那依照我们 IPCC， 你哪有行测，容易哪行测吧？这个 CO2 怎么计算的？好，我们把发电单位哦，这台湾电力公司发电单位，民营跟这个公营的，把它拿出来算一下哦，照一张 IPP 的公式算，6.184 好，我们来看哦，
3.79 加6.18是多少？9.9，对不对？我们看到的记录是什么？11吨。大家要注意哦，这个只是汽车，不含公共的哦，不含公共的，不含用电部门哦，只有两个，交通部跟台湾电力公司都占了9.9多吨哦。所以啊，我们把它反推，用这一张，刚刚很多人啊都有表格，但是他不会用，不会分析，我分析给你们看啊。全年的分析啊，它是用电30.888，就是说台湾电力公司它用6.8吨的这个人均 CO2， 我们把它换算成全国的，我们会得到18点多吨，而且是18.86吨。那刚刚有人在问说什么叫做2020年的政策纲领啊？而且我跟你讲，2020纲领算是2005年的目标了、啊。2005的目标就是什么？11吨啊！就是说11吨是马英九在2020年的目标了、啊。然后在一个2025年之后要达到2000年的目标，就9.7吨了、啊。然后2050年要达到2000年的一半，是4.85吨了、啊。我跟你讲，有可能吗？去跟人家去跟行政院沟通，你的工这个是骗你们的了、啊，就这么清楚啊！我去跟人家去开会。是那个张家柱，我一个年轻轻轻，我52岁见了7个经济部长哦，真的，我可以背出来，何美月、黄云山、陈瑞龙啊，张家柱啊，啊，他那个也施联想啊，这杜子君做一个月他妈四万的，啊，那现在这一个，你看哦，这个张家柱特别交代说要请我这个人员局来跟我解释一对一。结果跟他踢个台，一个人员局长在2个月前跟我见面，可以做到你16。我明年一月就是今年一月退休了。这样的一个政府官员，真的、啊，那时候我跟我一起去的这三个，我们都摇头。我们这个国家，不一般。如果你们都还坐在这里听我演讲，无希望，因为听到伊，你拢会掠狂啊！啊，真掠狂，是在撞出去，怕这个人，哎呀，啊，你真无希望。好啦，今天我讲到这，我先讲袂完，等你讲。太恭喜了，很吐血了。高血压，谢谢林理事长，虽然那么精彩哈，还是我们还是要掌握时间哈，但也谢谢林理事长，因为非常大方哈，就是有这些内容他都愿意公开给我们大家哈，如果需要在时候可以在网上下载。好，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叫做阳光阿嬷哈，以及长期推动再生能源的中美会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他在推动那个太阳能跟那个再生能源的一些经验。好，我们掌声欢迎。回力阳光阿嬷，回力阿呆，台湾也有个庙在这里。耗能最多的是水泥建筑，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可是中国国民党人都知道，却他爱死水泥，天上豆豆也当盖水泥，不是到处有国民党的地方都有水泥吗？对，所以最好 A 钱。我提出来的是太平建筑，我盖人从大上钱一钱那带完，一直那丢过来，我也从那里出交那去耶。九头做对，是不是石头啊都用九头啊做对，上面用什么呢？土烧的嘛，瓦砖跟那个透水铺面啊，那我也不齐啊。啊，不是啊，木头嘛。啊，后来产业革命以后，英国以后，我们就有玻璃了，又有钢铁了，所以这五项就干干了。啊，那一张布跟他一张，来给那你争那比赛。可是现在要高的时候，一定要钢铁，跟玻璃。这就是五个绿建筑的基本元素，而且还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关总也提到了，生态绿建筑，第一个一定要自然通风、自然采光，白天不可以点灯，这是德国他们已经定出来的规矩。所以水泥建筑耗能最多，还是CO2也最多，可是我们的中国国民党就是爱死它，所以我们到处都是看的都是水。所以耗了多少的我们的能源，可是我们的水泥居然都是进口，那么多水泥大家都进口，奇怪吧，就爱进口哎，一堆让台湾官庄我习惯，因为他觉得他不是台湾人，一起中国人你就回家，所以他不爱台湾人给他出去卖他弄家的地的，下面的孩子我一个个训练我们台湾
后来的孩子已经跟我在走了。所以我希望从这里让大家知道，现在台电还有一个最最漏到不行的耗电，漏电到不行，你都没注意，七十二人爱子，你把那个点黑条顶头有一个那个不要走黑，那个是爱子，就是障碍的那个爱爱子。七十年前，嘛是一个在桃园一个中融公司哈，伊专门从美国引进嘛，伊是美国嘛引进的。那台湾怎样走啊？引进从诶，七十年哦，一个人二十年前，美国一直进步，因为这旧诶七十年诶这款的物件哦，那天不是新竹为了要定期清洗，用一个直升飞机，一定要用直升飞机，他管啊。可是你说要清洗这个案子，要用最好的直升飞机 ，impossible， 一定已经不好了，就让我走去了。我改在听由他们，没有史上。所以像这个就是在新的，在美国在三十年前早就已经全部翻新了，不必定期，都不必清洗了，洗嘞，要么就不要，那我爱嘛进来啊，我们来听啊，因为他们台电就喜欢用这个，然后就他下包。我把它应该给人去做的，所以绝对不会换新的，你要吃。所以你若定下去台电，我知你迄个台银的迄个总统后边迄个拍，迄阵我嘛唔知，佮你拍网球，你向唔向？哎，另一条那秀秀表，我喜欢无。后来我说问为什么要秀秀表，没人知道。后来在有一次的公听会里面，就是这个专总，你敢讲老师黑我这孩子，黑我关不回来，我上瘾了，你讲已经跑了。可是现在新的不一样了。第一个完全不会污染的，美国早就用了，所以没有再清洗啊，而且完全是零障碍，也不必再维修，好到不行，可是不用，而且价钱更便宜。还好在二十几年前，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他听了以后，像一点云林彰滨地区一样，不关鬼啊，所以你要听话，黑的西面已经二十几年，可是台电还是不肯，一个。一直在漏电，也漏了三分之二以上，可是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漏电漏掉，然后把这个钱变成他的口袋的钱，这是一个。所以节能减碳，先从检讨台电，其他的你们都讲过了，就是爱子大家没有注意到哈，所以一定要更新。我们先从这里，那维定，那到底哪里有？在台电，我天天来听，阿弟好一讲，你看不到，我七十五岁，我变来啦。啊，我这个决定进来，先让今年到底从。一出大发出去，还有台湾其实很感动的一些，我都在跑。是谁？宜兰的永续校园，那个时候范学礼的时候当市长，他就跟我，他用我的生态绿建筑去推动生态绿校园，宜兰先做的，所以也因为今天都还在，而且他们比我还厉害，因为他们现在宜兰县有一个环保局长是建筑师。这个建筑是跟普通人不一样，台湾的建筑养成过程真的烂到不行，你也看到了嘛，从夜市文一路过来了哈，那我要剔除，在德国不是，德国的成功在哪里？双轨教育，双轨教育中一半的时间是理论，接下来现场，一定要现场实作，你没有现场实作，你就不要想混，不可能的，你也毕不了业，也找不到工作，是用这样开始，所以也因为这样。我那天去看，好感动。他们说啊，正好要去体育馆，下次要体育馆，因为他们常常伊人喝醉真多啊，囡仔要拍球哈，落、啊、雨要安怎，无法度，所以他们就说啊，无让来去体育馆。结果我们的体育馆都是用水泥，记得吗？巨蛋以前也都用水泥啊。对。那水泥，他们算伊人伊迄个有用什么？一个体育馆爱四千万，比伊人的钱较少，所以四千万比人钱较少。哎、啊，你看不会 A， 跟在这里的哈，他们不会 A 掉，所以存的就是四千万。没有他们学，哎，老师你上次给我看过，德国他们都是就像我们的中央火车站，柏林的那个，他们就是用钢跟玻璃，好、哦，就是用梦雨操场，用钢跟玻璃就好了，还用太阳能板。现在伊朗的太阳能板也相当够，因为用它管嘛。所以因为这样，他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再把您的照片给我看一下？我曾经跟他们拍过很多在德国的案例，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是一个风力操场，那写过来的，上面用太阳光电板，而且太阳光电板还是，我现在知道我另一来我老弟行上太阳光电板，现在陶天工，你们去跟他讲话，摸起牛越多啊，一段你上好，所以现在我们一个才1000万，
全部弄完1000万自备，这还是在宜兰县政府不愿 A 钱的状况之下。所以你想想看，台北的这些学校的体育馆，去查吧，回头那我那个来查这个。你嘛真出名嘞吼，你嘛较紧出名啦吼，你阿你讲较紧出名，我弟弟后边就好啦吼。所以从这里吼，我们就知道，光是一个建筑物，你就可以省了多少的电，只能说到多少的 CO2， 我们都没做。当然，我记得你大家知道吗？你把你 LED 的那个协会的董事长都喊，你那大家装台湾全部用 LED 的话，省1、2、3、4做核能厂。我们核电就没了，你够吗？我也相信，我们都试过了。唉，还有台电的董事长黄总球，光照一笑脸的，我把他做变成我先我先疯了哈，我把心都落盖伊了哈。他说他夏天去年他讲哦，夏天每一个冷气少了就是那不然我28度，而且27度对不对？好，我们就少了1度，没他嘴真。核市场就不必一共哟，台电董事长你自己说话没算话，这人敢是男的回六你没有假死假死没关系，这人会跟他吃关系。说到我们的 绿能，因为从因为本身我只是1963到1967在日本念的设计，我喜欢设计，我喜欢画，那个时候台湾没用，只有去日本，别的地方不容易。回来以后再实践，回到母校，到了后来有个机会，因为我嫁给我的先生，他是留德的，有个机会我碰到德国的一些教授，哎，包浩是从那里来的啊？可是不对呀、啊，我在这边学的包浩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啊？所以有个机会，从1972开始，我们每个暑假都去德国。为了包耗子去才发现包耗你不能配尿尿，你不能二手污垢，你不入流，完全错，就不要再学日本了。日本真的是也是我们的整个地球的破坏的祸首之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包装过度啊，盖了然后弄到那些大片，你们看那些空间多大啊，都浪费底下，你看电视都这样一点点点，连这个比想要定的这些兵法跟那个研究室，结果他们大厅啊大片在创啥啊，都规定医生这样规白来就黑黑溜这样去，空间的浪费最厉害的是日本，可是我们还一直在跟着日本学，跟韩国学，台湾人雄厚都不佳，而且其实我们有很多，我在北科大也培训了很多的建筑师，都笑脸人，我们直接去德国，我们跟德国的姐妹校，我们送过去，所以现在你看到其实好的，你拿马就对，从电话亭，它已经覆盖了很多，你看得到不是方块的，都是各种不同角度，都特别有太阳来收窄。那个就是生态与建筑，而我们又是被学关山勾结的，还好今天会来这里的学大概也不是勾结的人，然后勾结的不会来这里听的，他不在乎的，所以你也知道我们的绿建筑是会非常成大的林献德，我指名骂他不敢打我的，因为他的老婆是叫我师母，他不敢打我，气死我了！我爸我说雨水重生系统你也没样，然后你去放瑞士，不知道你前头也样，你没样，你讲是放那个人家花园板桥，你把你前头个也样，跳呀，前屋顶啊，你搞个平屋顶，所有的建筑没有一个是单一材料，你们一种复合材质嘛。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最后太阳一晒了以后，西风就出来，那你的吹气赶快，吹气是硬的啦，你的牙龈是软的啦，啊，你后边后面不露吹气掉的，西风出来蛀牙的，最后掉下来，那叫做牙周病，一样。可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教育失败，从开始你就失败，一本常识都没有，背那些有用吗？我们背来背去，从小到大考试的都是天宝年进来的，赶快背一通下。所以我当时进入广场，我第一个晚上上去，我说每天你们都背的长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关我屁事。可是请问在座实践的跟民传的同学，你知道我们前面那条河是什么吗？没人知道。前面有两条河，也没人知道。PI， 这就是我们教育失败，是关键在教育失败。我们要重新开始，可是不用担心。当这些年在德国为什么会成功？关键在哪里？溯源，他溯源丢，
所以在后来那个发现到要太阳能出来了，就是车贸比发生了以后，1986他们全部连孩子喝的牛奶都不能喝了，全部都是辐射。你看车贸比的王那个地方，而且连胡萝卜也污染了，因为胡萝卜是 A， 我听见 A 胡萝卜素跟牛奶钙，孩子没有是不行的。他们发现事态严重，我知道时间到，看到了。你不爱欧你一点好不好？我讲无要紧好不好？我又化油了哈，啊，所以起码把你查波嘛，也再用点查波去哈。所以你安心哈，我们试试看。所以他们就开始，当初我觉得很感动，是德国怎么做？婴儿孩子的营养不能，所以他们德国整个政府去没有污染的国家买牛奪，然后用他们的纳税人的钱，就是他们的钱去免费提供给孩子们喝，这是一个大致的政府，因为孩子们没有牛奶是不行的，是这样开始的。我举了个小例子而已。那从这里他们就发现到说，我们一定要新能源，所以全力所有我那些认识的朋友，从物理系的教授到所有的机械系的连法律系的全部进来了。为什么要全方位先立法要修法？他们发现他们是建筑法规有问题，那我要把太阳能弄上去的话有问题，全部改。而且德国的法律是六年就一再修改一次，全面讨论。全面讨论的时候怎么做？以目前现在这一帮，好比说柏林帮，他们的那个60%的人口的问题作为他的基准修，然后这边双薪的家庭很多修，所以育婴假也出来了，他是以帮为主。但当初为什么德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会成功在哪里？也是一次二次大战，我们都出来了一片瓦砾，他们发现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崩盘，失业率高的时候，就一个打仗，没有第二条路，所以他们不能再有这个事情发生，不愿意了。所以他们就发现为什么会有人会来煽动，哦，教育权集中在中央，所以他们联办政府就把它打散了。所以每一个班你自己负责你的教育，全部你自己负责，因为因地制宜啊。像 Primus 黑森林太阳很多啊，可是风不大啊，可是在 Kiel 海边那边风很大啊，像这些太阳不大，因为它比较北啊，像这些他们因地制宜用这样开始。所以为什么人家的教育成功的时候，每一个孩子，而且他们的教育是这样，当一个妈妈先把他训练好的时候，那个国家就很强，他已经发现。可是假如说我从妈妈还没有当妈妈之前的女孩先教育，还有当孩子还没有孩子小的时候 kindergarten 国家教育，所以现在他们从 kindergarten 全部都在一起上生活教育，就是所有的生活，这是我提出来。所以呢，你看公这嘴我最讨厌就是说数字游戏，这些人最喜欢搞数字，那个都是落伍到不行。就像再生能源，明明他的算法是分散式的，你要用传统的那个统一的来跟我算，怎么可能对嘛？我数学不行，可起码这个知道，我这个不对，我起码自己做。所以我知道五分钟要到了哈，因为他不敢出牌了，他看到这个阿妈很凶，是吧？对你那么为了，就不为了哈，外打你。所以我是建议了哈，我现在已经做到了。所以德国他们就用这样再就是用再生能源法，2002年2月再生能源通过了，就是2000年就是那个 Hans-Josef 通过了以后全部做，谁来负这个责任？银行。德国拿政府拉出来20年保证价格要收购，在我的屋顶我用太阳我用绿能，你要保证价格跟我收购20年。他就定出来，你没有的话，对不起，他们四大银行，对不起，你这个银行我就处罚。好，那另外像这边，那我们说，那假如说，假如说我这边税我要不要加吗？不必加，就是你污染了，你工厂我先工厂你要先做，当然像公部门先做，所以他们的那个原环境部就先找一个废弃的一个褐煤矿，就是 Dessau， 就是以前我们包号这个原来的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变大学的地方。他用褐煤废弃的煤矿先做一个环境部，把柏林1250位的公务人员全部移到那边去。所以有些我已经上次我已经在你们那个环保联盟讲过了，我已经给你们的资料都是图档，但是你们看过了，就是那个。所以全公部门先做，所以他们只有两个单位在负责所有的能源，一个是经济部，一个是环境部。
环境不是给你扯，经济不你发展，我环境不给你扯住，所以 balance 一个天平两边拉，所以你污染人的，我拿你的污染税。所以在2006年，他们就定出来了一个 energy passport， 就是能源护照。所以就怎样，你的房屋，假如说你自己定，你建筑是应该定自己嘛，你自己定，你今天每平方米你要耗能多少？好，你定出来以后，他们会去，你去申请，他会去 check。他们的人员是谁？学校所有的建筑系的学生跟教授一起在他们在地去勘察去算，而且算出一个公式出来了。对不起，你这个不行，你拿不到建造，不给你建造就好嘛，还不必要断水断电呢、啊、他们就是俺爸马上把电口立了以后啊，切掉以后啊，他没有建造你能做吗？不可能嘛，没有老师说枝枝节节，那怎么样从枝枝节节不关系从建造你拿不到，所以 energy passport 是关键的，再生能源法是一个，然后 energy passport， 因为我们要资金嘛，农民没钱，一般人工业已经赚差不多了，因为没钱，银行最有钱啊，那个银行你做一下正点嘛，如果不是他们银行就算投资到政府政策的新的产业一定要进来，他定出来了，所以你要当这个银行你就要这个杠子，我的话你就不要想，所以你可以到处看到都是 Deutsche Bank 和 Deutsche Bank 都是他们的国家控制下的银行，另外他们还有一个银行，正好那个董事长是我们的朋友，我才跟着他跑，他有个银行是专门盯着工业哪个部门它的生产线，哎，今天你的生产萎缩了，他马上去替表姐，他们都有会计什么专业都有啊，为什么啊？市场国际市场为什么都有，知道以后政府来协助，政府是专门辅导性，有一点问题就开始赶快辅导啊，新的技术给你，你要转型、用这样的方法，这也是他们在同意以后隔冬怎么都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做得这么好的留在这里发，而且一定要因地制宜，所以我是简单低调一些，因为你们要仔细看的话，好像我这里有一份哈，你们可以看一下简单列出来的，因为我知道自己哈小朋友已经不敢举了，可以收起来，谢谢，谢谢校长。好，我们谢谢杨妈妈好的那个，就是一路来的这种心路历程。那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要太阳哈，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要看我们的那个蜂蜜的表现怎么样。接下来呢，我们来欢迎台湾环境保护联盟蜂蜜处长吴明泉先生来跟我们分享。我听到张先生。我尽量那个控制时间啊，主要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让大家对台湾的风力发电这个产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找不到。风力发电，因为它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技术啦，就风车来讲已经运用了千年了、就算是发电的部分也有百年的历史，所以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技术，所以它应该是再生能源目前的主流。那我们来看价格的话、去年的部分离岸发电因为它现在要往深海去移动，所以它有一些技术的门槛以及那个海胆供应不足等等，所以它现在是每千度大概要200美元，换算大概是每度电要6块台币啦。可是这预计会随着技术的创新跟
慢慢会到风力最好的地方亚洲的投入哈、哦。所以呢，在2025年的时候，它那个钱应该会低于每度台币3块以下。那同样的，现在的陆地上的风电都就已经在每度电3块以下，所以它是一个有经济竞争性的一个再生能源。那我们来看德国的，德国在2008年的时候要预测时，他就希望说在2020年的时候可以达到再生能源可以达到18%的比例，那在2050年的时候可以到60%的比例。而且注意看，就是德国它的耗电量哈、哦，不像台湾的预测都一直往上升，它是一路往下降。而且我们后来发现说，在2012年的时候统计，事实上在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达成它本来是2020年的一个目标哈、哦。那在2012年的时候，它事实上已经有大概45,000,000度的一个电的那个是由那个风能所发出来的。而且我们再看今年的部分，事实上已经再生能源的比例占那个度那发电量已经超过了40%，那其中的那个风能的部分又是占最大的部分。啊，那我希望大家能稍微记一下这个今年的那个全球再生能源的一个统计哈、哦。就2012年的部分，因为这个统计需要时间，就是如果我们换算它所消，就是那个所有的能量的消耗的概念，风能再加生殖冷再加地热再加太阳能哦，它的那个消耗是占全球能源所消耗的1.2%，大家稍微记一下的数据。那对那个2013年底的话，装置容量，发电装置容量，风能大概是占那个能源供应的2.9%，这是全世界的平均。那目前大概是丹麦是最重要的一个风力发电国家，它在2014年已经有接近40%。的那个电是由风力发电来提供。那我们来看台湾，就知道台湾多么大厂。这是过去33年，台湾的发电量的，这不止发电量，还包含那个石油的用量，所以这是能源总供给的一个统计。发现说，包含那个地热、太阳能，跟风力发电，它的配比只有0.12%。这代表什么？我们刚刚记得全世界2012年的时候，那个再生能源、地热、太阳光电跟风力发电已经占那个全世界平均值是1.2%，所以代表台湾的再生能源只有全世界平均的1/10，所以这相当差的一个不能看的成绩哈、哦。而且我们在说这个再生能源里面，目前绝大部分就是这一块。所以这一块是什么？这就是焚化炉的发电。所以我们的再生能源的那个配比说全世界1/10还是虚判的结果。好，那如果我们来看装置容量，就是刚刚是包含石油的那些使用，如果把那去掉，我们来看就发电容量来看，这台电最近20年的那个发电装置容量的一个统计，我们注意到说风力发电在2014年的时候是到达0.9%，这个是指台电的部分。那我们知道目前的风力发电绝大部分是民间在做，所以我们把民间的算下去，民间的算下去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台湾风力发电装置容量大概是达到1.9%。那1.9%代表是说台电的那个风电实在已经不到一半了，那在2014年的接近到20%，
那可是我们如果有再回来说全世界的统计，在2013年风力发电的装置容量是全世界平均是 2.9%， 那台湾事实上只有 1.9-2% 而已，所以台湾的风力发电的装置容量也是全世界平均都不到。我要再强调，这全世界平均不是先进国家，是全世界包含所有的国家在内的平均，所以这部分台湾是在很落后很落后。那我们来看说风力发电的一个目标，它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有召开一个全国的人员会议，有定下2010年风力发电目标是差不多 2.2 giga。 事实上我们在2012年的那个时候大概只有1/4的一个发电量，所以我们发现这目标差很远，所以那时候在2012年能源局又改成要用一个千架风机的一个规划目标，细节我就不看，它就是陆地上的大风机希望最后可以达到 1.2 giga， 离岸的可以达到 3 giga。 但我们后面会发现说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规划其实都是相当保守，算是一个很落伍的一个规划。那这是在今年度的时候我再去千架风机去看它的一个规划，又做了一点点修正啊，大致上就是那 1.2 giga 跟 3 giga。 那在今年的去年的十月底的时候目前的装置容量，风力的装置容量是0.6 giga 左右。那我有去对照过英华威的那个到2013年装置容量大概是 0.33 giga， 代表说台电之外英华威已经超出台电的装置容量了。那至于在离岸风电的部分我们是预计今年度要开始有离岸风电，现在主要是三个案子，一个是那个永传公司他组的一个福海集团在彰化的外海，另外一个是上尾公司组的海洋集团在苗栗的外海，那现在是台电也在彰化的外海。那我们来看风力发电的一个特性看累积值目前到2013年占最多的有风电最多的国家是英国，第二个是丹麦，那就增加量来讲也是英国最多丹麦第二。那这个是因为英国跟丹麦他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开发这个来做他们风力发电作为他们主要的发电。英国是因为是一个岛国嘛，所以他就很重视，包含一个那个在岸或离岸的风电他都很重视。然后可是这些风电的风机的制造厂商都不是英国的部分目前发现说到累积起来是德国那西门子是最多的一个制造的风机，它第二名是丹麦的Vestas。 那离岸风电我们看这个趋势跟我们台湾有关，是发现是说目前预计年增长率是 24%，原因的是未来主要都会在全球那离岸风电最好的地方是亚洲，包含中国、韩国、日本、台湾这些地方会慢慢的投入，所以这个是未来的一个趋势。那台湾海峡有被一个叫四溪那个离岸发电他们的一个用全球风速模拟发现全球最好的风场就是在台湾海峡。然后台湾有如果去看所谓再生能源的国家吸引力指数来看，台湾彼此各种那个再生能源的比较也是算是离岸风电算是一个最有未来性的一个发电的方式。那我们来看风机从大风电离岸风电，那来看小风电，台湾的小风电根据那个小风协会的一个统计，在2013年当年94%的风机数都是出口的，
啊，如果把它换算成装置容量也是94%，啊，有91%的那个营业额是全部都是出口。那出口绝大部分的是销往美国，其次是销往中国。就那个小风的市场，目前全世界最大市场是中国，第二是美国，连美国的那个它本身的那个市场都在萎缩，但是它的小风产业是在提升的，就是美国的厂的小风的厂家也是卖到中国去。那如果我们来比较这个统计哈，就是用这个小风协会给的资料，那个从2010年到2012年三年的累积，不到1000台在台湾架设，啊，因为它大概90%多都是出口啦。如果三年只有1000台，这几家小风公司大概都已经烧干了。那我们发现，大概当时的五都哈，就是桃园还没有升格的，其他的直辖市就占了70%的那个装置容量。好，那我们要开始要来讲今天的重点，就是一个迷思，就是，这是全国人员会议它的提供的一个资料，它的概念就是说，台湾因为地理天然条件的限制，所以再生容量都有它的限制，本来就不适合发展再生能源。那以风力来讲，他认为是说，这对住家环境生态有影响。那离岸的部分可能有航道的影响、渔业的影响、断层带保育、什么电缆、油气管等等一些，所以他认为，最后台湾的那个大风电大概只能到 1.2 吉瓦，那离岸风电只能到3 吉瓦，这是他的想法。那事实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相是什么？我们拿那个台湾的例子来跟德国的一个叫做北莱茵威斯特法伦这个州哈，叫北威州来比较，面积大致相似，人口大致相似。那以风能，我们去调出风地图来看，台湾的风能比北威州好多了，可是目前的装置容量，它的装置的风机的台数只有台湾只有北威州的1/10，它的装置容量只有1/6，所以显然台湾的那个风能，包含是说它只能到 1.2 吉瓦，绝对是低估的。那我们这里不花时间讲，那有经过一些推算是，即使是陆地的那个大风电，应该是可以到5 吉瓦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会面临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目前的大风力都是在沿海，西岸沿海这边，以后会慢慢从第一线推到第二线，慢慢要到山上的零线。那这个事情是说，这边会不会影响生态，这都要经过环评。那当时德国其实他们都已经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讨论，就是我们在500公尺海拔以上的山地风场，是不是可以拿来利用？好，第二个迷思，这个也是全国人员会议人员局提供的，就是说，再生能源发电供应不稳定，所以我们就有传统的备载发电，传统的发电，所以这备载成本很高。那它的讲法就是写在这边，说是电网会不稳定啊，因为现在储能没有这个技术，所以这不能做机载，那等等，那又说间歇性的人员，然后电网会不稳定。那事实是这样吗？事实是说，我们供给再生能源供给，那个是随时间而变化，但是电力需求事实上也是随时间而变化。英华威那边有个资料是说，在他们调出一个风机的发电，发现说它发电的时间恰好与每日的用电趋势是吻合。事实上是不一定啊，就是说，因为这还是会在台湾有所谓海陆风的问题哦，所以在早晚的时候风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可以这么讲，有风的时候，我们就以风机为主，中午比较热的时候，风可能比较小，在一般的地方风比较小，就以太阳能为主。
所以事实上不会有所谓的那供需不稳定，所以不能配合的问题。更何况说这个电网，一般是 20% 以内的这种的再生能源，它都可以自己调配。我以前有去问过台电的一个发电厂的厂长，他是说三成啊，33%，那我假设20%好了。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在2014年，风力发电，甚至不要讲风力发电，风力发电的装置容量占全国发电多少？才 2% 而已，离这个 20% 差太远了，所以根本不会有所谓的无法调配，就是说那个电网会不稳定，这根本是假议题，至少到现在为止绝对是假议题了。那我只要说风能推动目标设定太保守，我要讲的不是台湾，台湾跟德国比已经太保守。我来看德国好了，欧洲所有的那个风力发电的一个趋势推估，实际状况都是比最好的推估还好。所以这包含风力发电、太阳能等等，都会提早5到10年达到目标哦，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你要是遇到问题融资，这我就不讲哈。你要需要有一些提供协助的地方，那我们也今天也不讲。第三个迷思是说，再生能源是昂贵的。这不断的台电一直在讲，你如果要再生能源，你的电价就必须要调高，真的是这样吗？那我们去算那个台电的，到我们用比较晚，2025年，因为我们用的数据都是比较保守的哈。2025年的时候，台电的回避成本电价大概一度电是3.87台币哈。那个原因是因为它主要就是以天然气发电为主，那个时候以台电的规划哈。但是我们到2025年的时候，陆地风电都比这个回避成本低了，小水力蛋更低。生殖冷跟太阳光电预计也都比这个回避成本都还低，那时候是跟天然气来做比较。所以第一个是在那个全国能源会议不断丢出各种迷思，说我们因为自然资源的限制，所以风能不够多，那风能是不稳定的，风能是昂贵的，其实全部都是错的。那我们第四个就是说，这次能源会议我们一个感觉啦，现在核四他把它封存起来的时候，他一直要在全国能源会议几天后，他想做出一个结论，就是核一、核二、核三都要延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一定要去反对它，特别核一哦，这个最老的东西，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那事实上我们来看它的装置容量，用保守的估法哈，2025年，经过 modify 之后，事实上它的装置容量可以是核一、核二、核三加核四全部的3倍，那发电量也超过它的核电的发电量。更何况台湾需要这4个核电厂吗？这一直是一个假议题啊。现在核四不用算了，核四就已经去掉那个4个核电3成了，剩下的这台湾需要核一、核二、核三吗？我们的那个用电的成长一直是过去30几年成长了4倍多哦。那事实上真的是这个趋势是对的吗？我一直很怀疑的。就算是这个趋势是对的，就算是在2025年，再生能源也全部取代它了。所以我一直觉得，不能让这个核电核一、核二、三延役，核一一定不能延役。那核二、核三要到它到达的年限之后，就要让它除役，千万不能再延役了。而且我们透过再生能源完全可以取代。那以上是我的简单介绍，谢谢。我们感谢哈吴组长准时把他的那个报告结束。那我们接下来请许文福技术长来跟我们分享，再从产业面来看我们台湾风能发展。掌声欢迎。刘会长，各位老板们，请问一下，
还有各位来宾大家好。那今天呢、哦、我大概收敛一下、哦、因为刚那个吴明泉副院长给了非常多的资料、大概从全世界、哦、这个风力发展从陆岸到离岸的发展、相当的快速。那台湾在全世界发展这么快速当中、哦、我们似乎没有跟上全世界这个大型风力发电的项目，那到底原因为什么？大概从业界的角度分享一下。首先我要问一下，刚的一个简报，就是到现在哈、哦，我们风力发电台电的这个风力发电的部分哈、哦，大概只占总发电量的0.77%而已，好、哦，这是非常低的比例，所以这个表示说。台湾的大型的风力发电哦，有相当的努力的空间。那这个是目前台湾在西部海滨海这边哈、哦、所装置的风力机哈、哦，总共到2013年大概有318台，那总装置量大概是630MW。那2014年哦，大概主要是因为苗栗那边的一些民众抗争和樱花会还没有解决，所以几乎是没有增加。那我看今年大概也是不增加，不会太快，因为有一些互相的一些告诉还没有解决。那这个刚我刚也提过哈，在2015年哈，能源局设定的目标哈，是我们应该有陆上的风机哈，应该有达到350家哈，那刚刚有看到到2013318家左右哈，那特别是海上风机哈要达到12家哈，那这个当然包括这个3家公司啊哈，各10家。那我特别画圈起来，就是因为2015年哈，我们大概又没有办法达标哈，因为路上有刚路上原因，等一下最主要是民众抗争的哈、哦。那这个部分哈、哦，绝对是政府哈、哦，还有厂商，还有这个当地的民众哈、哦，大家要好坐下来谈一下哈、哦，这个该怎么解决？那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机制哈、哦，但未来的路上风力发电比较好发展。那同样的海上风力发电也有渔民的抗争的哈、哦，所以这个也是要。把这个当地居民的抗争哈、哦、和厂商要开发，还有这个整个国家的目标哈、哦，要一定去处理哈、哦。那这个部分今年又跳票了哈，2015哈，我们大概我们绝对不会看到今年有离岸风力机的装设哈、哦，在苗栗外海或是彰化，甚至我可以跟各位打包票，连明年底都不会有。那后年底的话，我是也几乎确定，大概应该不会有，因为等一下我会提到有些原因哈、哦。不过我特别标一个红字出来哈、哦，就是工业局哈、哦、预估到很保守的这个估计哈、哦，如果台湾哈、哦、只要做到600家，也就是3GW哈、哦，其实这个目标相当低的哈、哦，以台湾的潜能来讲，那。工业局的估计哈，这个直接的产值就有4800亿。那在座的来宾应该可以去体会哈，就是国家有这么好的一个产业在这边发展哈，那有将近0.5兆的这个产业在这边哈，台湾的产业界、学界哈、研发界还有政府界哈，该怎么带头来做这个事情？那我觉得从2010年到2158的 megawatt 的目标。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台湾有离岸风力发电有这么大的潜能的产业哈、哦，但是其实，政府的这个动作哈、哦，在产官学研这个的整合上，一直都没有做得令人满意哈、哦。我先谈陆域的部分哈、哦，陆域的部分刚讲的就是民众，在苗栗那边跟那个厂商中间有一些这个抗争哈、哦，还没有处理完那。我就觉得这个部分能源局是需要积极出来介入处理的哈。那这个是工研院哈，他调查的资料哈，就是这是最少最少的哈，不像刚
营业人报告说有等一下我也会给各位看到五吉瓦大概是怎么样哈、哦。那这个仅就工研院报告比较保守资料哈、哦，就是有46个潜在工厂哈、哦，路上还有潜在工厂哈、哦，其中有24个哈、哦，没有牵涉到一些这个重要湿地或是野鸟或生态保护区哈、哦，大概会有24个厂址，有总共有112公顷可以来开发哈、哦。那这一部分讲的就是说，这个都不是一级工厂哈、哦，一级工厂大概是3300小时以上哈、哦。那这个次级工厂就是比西滨第一线哦沿海再靠近内陆一点的，甚至靠近第二排哈、哦。那这个的风况比较不好，换句话就是说它的风的那个产值哈、哦，风能的产值比较差一点，所以它的短扣电价哈、哦、应该要比较优于现在的2.6块哈、哦。你现在如果是用这个比较差的风况，要厂商去投资设置这个那个路上风场的话，可能厂商大概不太愿意投资哈、哦。所以这个在短扣电价是有应该讨论的空间哈、哦。因为最好的一级工厂大概都差不多开发完了。那这个就是刚刚尹恩有所提到的哈、哦，台湾有可能哈、哦，在西滨哈、哦、第一排，我们一开始设在海那个这个沿海的平地哈、哦，接下来哈、哦，我们可能可以设在由沿海的内陆哈、哦、第二排或第三排的这个地方哈、哦，那其实我们的潜能还蛮大的哈、哦，大概可能有2.4吉瓦哈。那这是根据因为为公司的统计的初步的调查哈、哦。那另外有一个比较争议的地方哈、哦，就是刚尹恩也有谈到，那我其实我也蛮赞成哈、哦，就是浅山哈、哦，就是500公尺以下的山。那这个是英华威公司初步的调查哈、哦，潜能大概5吉瓦。好，那我们来看离岸的潜能哈、哦。那目前政府的设定是，能源局的设定是到2030年总共有3吉瓦哈、哦。那不过这是工研院出的一个调查报告哈、哦，在2011年出的。那这个调查报告应该也蛮正确，就没有人去更改哈、哦。在水深5到20公尺哈、哦，大概潜能是9吉瓦，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栖息地鸟类栖息地，或者说生态的问题，还有一些管线、天然气管线等等这些的区域哈、哦，要排除，还有军事的火炮区要排除哈、哦，大概可以真正可以设置的大概1.2吉瓦哈、哦。那在20到50公尺的部分哈、哦，潜能有48吉瓦的，那可行性的大概是5吉瓦，那更深水往深水走50到100哈、哦，那就是所谓用浮力式的风力机哈、哦，它的潜能大概是90吉瓦，那可设置哈、哦，限缩到可能是9吉瓦，那所以我们总潜能哈、哦，如果说没有考虑它相关的限制，总潜能大概加起来是150，那目前哈、哦。我们的 run one 就是到2030年嘛，2030年哈、哦，政府就是只有开发3吉瓦哈，其实和我们的潜能相差潜能来以前哈、哦，相差非常多哈、哦。那如果政府给所有的这个厂商哈、哦，或是想投入的一个投资者企业界来看哈、哦，我们觉得3吉瓦的话，其实企业界它是比较不会愿意投资哈、哦。我们应该让企业界知道说，其实我们在台湾在西部的海岸哦，其实有相当大的潜能。那这样子，厂商或是说产业界投入的那个意愿会高很多。那我大概 summarize 在学界还有产业界过去发生一些状况哈。工研院能资从大概2000年开始就开始封厂。模拟和选址的计划哈，那他们做这方面的技术的开发，那这个计划一直都在持续，也保持相当能量。那2004年哈，工研院有2个单位，工研院的机械所和工研局开始2 mega 级的这个大型计划的开发，那
并没有成功就终止了。那2005年哈，回研所开发一，对不起，这里打错了，是150啊，大家更正一下哈。那这个有成功哈，不过因为150kW不是台湾装设主流哈，所以这个计划也几年后也就终止了。那能源型国家型计划哈，第一期是2009年到2013年哈，还有第二期就是从去年开始哈，并没有投入陆上的每兆瓦级的这个风机的系统研发，所以导致台湾在陆上的风机全部都要靠国外的风机进来。同样的，当然这个离岸风机也是碰到同样的问题哈。那第二期的能源型国家计划哈，它的主要计划它必须要求要有3家工厂的计划支持才能够得到这个学习的计划哈，所以不过这个问题是现在这3家公司的包括台电哈，它的问题是它现在最需要做的是包括计划管理哈、签约还有工程设计这些事情哈，这些工作哈，并不是目前学习和成本法人这个研发能量可以去做的哈，所以有它的研发能量有一点难衔接哈。所以国家计划需要努力去考量它对台湾离岸风能所能产生的实质助力。那产业界过去发生几个大的计划哈，2006年哈是由金风这个公司哈当一个主轴计划，整合其他的这个供应链来做2MW风机，那这个计划很终止哈。2008年开始，东元也成立一个系统整合的一个计划，那也终止哈。不过我相信他们是得到一些经验哈，所以他们在去年哈，他们在大陆的河南哈得到河南市政府的核准哈，然后斥资800万美元哈盖了一个组装厂，那准备在大陆交机哈。那离岸风力发电部分哈，中钢集团大概矿列了20亿左右，大概会发展离岸风力发电的塔架、机装和台式工程，还有风力机的尾部分，但是时程还未定。那结论来说哈，台湾的风力发电没有达成目标哈，以今年和明年或是接下来几年来看哈，最主要是民众的抗争哈，那这个就是要政府来主导来解决。那第二个短固汇率哈，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大概第二线，就是风况比较不好的地方，大概需要考虑一下那个 feeding tariff 需要高一些哈，还有需要提供愿意投资者的投资所得的减税哈，还有优惠贷款的利率。那离岸风力发电的部分哈，台湾先天条件不足哈，台湾像英国还有欧洲的国家哈，台湾基本上码头还有风能的专区目前都没有，那台湾也没有海事工程相关的经验和技术哈。那今年去年的9月呢，就发生这个有其中一家公司哈，就是永船哈，他们要进那个透过台船哈，那进中国施工船的问题哈，那没有办法进来哈，所以台湾在海事工程经验是没有经验的船只，那这个都需要赶快去解决。那当地渔民抗争就跟陆上居民的抗争是一样的哈。那另外海上的部分呢，有更多部会要去协调哈，那政府需要出来主导去有一个部会政委哈就需要出来协调。那另外离岸工厂哈，它一个基本的规模大概是171到200亿，是一个非常大的投资哈，所以这个部分国内应该要有银行的融资和保险的参与，那这会牵涉到一些专案的认证。好，那最后的结论就是路上的部分齁，即便我们没有开发到5 giga 齁，但是至少还有20几个厂址要开发，那这个经济效益齁需要德国电价的配合齁。那刚刚讲到那个山线的部分齁，法令的部分这个都是属于林务局的地齁，那土地并没有相当小心的处理，那成本合理的运输技术，还有生态破坏最小的山区，如果要开始的话，再来是著名的抗震，那个地方也是有著名。那另外如果说要做台湾比较有的技术的话，以离岸来讲，少数的海堤可以先考虑，不过在这海堤的部分
大概学界应该有能量来针对沿岸的动植物生态、飘散和海流的冲击来做研究。那目前台湾的风电发展哦，官方学界、财团法人还有业界哦，需要针对离岸风力发电哦有更紧密合作，因为牵涉太多部分哦，官方需要应由跨部分政委来主导。那另外是在50公尺水深以上的这个地区哈，离岸浮力式的风场潜能至少有9吉瓦哈。那目前有日本、法国和美国已经投入开发，应该纳入国家的发展目标。以上。谢谢陈博士。嗯，感谢哈，看来那个玻璃方面也是潜力无限哈，还是困难也是重重，还需要非常多的努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不受这个天候影响哈的这个生殖能跟地热发电是不是能够取代核能？我们欢迎高成岩教授。20。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有20分的时间哈，我本来是想就是说，如果说是5分钟，那我就把它截短成5分钟。那既然有20分钟，我就可以慢慢讲哈。这一场演讲哦，大概是我退休之前最后一场演讲，因为我下个礼拜就退休了。所以我这边挂2个 title 啊，一个就是我做了25年的台大资工所的教授。另外一个就是说虽然已经挂在那边，但是还没有全力投入，然后我退休以后要全力投入的南洋地热资源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那我的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这个恭喜我当董事长哦。但是这个董事长其实这家公司很小哦，这家公司成立的时候只有100万，就是我骗我太太哦拐出来的100万的钱。去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去租地。那在这个退休之前哦，我总要把自己一些做过的计划跟大家讨论一下哦。我在1980年就拿到清华大学副教授的聘书，但是因为黑名单回不来，所以就关在美国太空中心关了10年。那在太空中心就学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哈，包括现在要用的哈。我回台湾以后就投入环保运动，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反核。所以1996年哈那个时候就是惠和案哈，早上施训员有提哦，惠和案的时候，那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没有电怎么办啊？所以然后二氧化碳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正好那一年出国。在哈佛，然后我就想起说我在 NASA 的时候看过一些资料，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大概1-2万字的文章。那后来就是找不到发表的地方，后来《智利晚报》有个编辑编者是我们环保联盟学生会的陈野，他就混了每个礼拜一篇，每个礼拜一篇或者混了大概6次登出来。那里面最主要就是太空电厂。那太空电厂主要讲什么？主要的观念就是台湾是半导体的国家，半导体很强的国家，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然后隔了10年中间其他的就没谈了2007年我就很勇敢的成立一家叫做台湾纤维酒精公司，那主要要用第二代的灰粮食的纤维酒精的技术这家公司烧掉3000万加2000万然后后来只好想想干脆就是回复教授本行做计划，所以我2010年拿到纤维水解的计划就是生殖能的计划，2011年拿到聚光型高效能35植物太阳能电池的计划，我们的 target 是 42% 然后后来就是成立了这个南洋地热。那目前我也在能源国家能源计划里面的地热计划里面
啊，我虽然人在台大，我是属于所谓的海大团队。那等一下要评论我的这个陈文山教授是在台大团队哦。好，那这一张哦，我非常喜欢画，为什么呢？这一张就是我们缓和的朋友们共同的努力啊。这是联合报做的民调，在民进党执政之前，我们缓和已经比永和多了6%啊，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说公投是应该要推 的路，那我们看到啊、目前反正核电厂一定要关掉嘛，那大家就问就没有电怎么办，那我一句话讲就是短期用天然气取代核电啊、然后我们建深层地热的发电厂啊、那我那边带了一些啊这个我发表过的文章啦、有2篇文章，那个是去年7月混的时候、的两个，一个杂志的访问，一个是我写的文章、那等一下有兴趣的就是、可以自己拿、好，那这一张是什么意思？这一张就是我们要把切线啊啊、变成这个切线美啊，我们在核一厂、核二厂核四厂哦，核三厂我没有特别讲哦，啊，都在断层带及火山带的附近。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展啊？发展地热，来使核电厂变成地热电厂？所以这个主要的观念是这样。那我写300兆瓦，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外国的设计，它一个机组啊。就可以300兆瓦，所以我说核四厂先做一个300兆瓦的，然后核一300，核二300，然后核二比核一大很多啊、所以再加一个200，核四更大，再加一个300，那这样加起来，啊、就1400的，就超过核一的1300，那这个什么时候可以完成？看我们投入多少资源。那这边是台湾的能源需求啊、我不讲能源供给啊、我讲能源需求。这个能源需求我们看到啊，就是说红色那个部分，那是工业部门啊，然后上面我们看住宅部门跟服务部门，就是橘色跟啊这个蓝色。那红色部分这个无限一直增加啊。那我这一章的目的是我们跟日本比一下，过去30年日本哦，我们对于我们工业部门的哦，日本哦，这个是支持的啊。那这个资料啊，其实是有一次哦，我参加这个台日啊能源啊相关的这个研讨会啊上面的资料啊。好，所以一句话就是没有核电啊。我们可以用深层地热来取代，而且、它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当机载。那我们台大、地质系的、这个所谓台大团队 的 领头羊 宋教授、他做了很久、他做了很久，那他在 NEP1 的时候，就是第一期的能源国家强计划的时候，他就提出说台湾至少存着25吉瓦，啊、也就是说9.7座核市场的发电的总这个潜能啊，啊、所以啊、核市场啊、因为可能就是说外面有火山，然后如果海啸的话非常危险，所以我认为就是应该啊、要。啊，发展啊，这个深层地热。好，那关于深层地热，其实我也搞了一阵子了哈、那第一篇深层地热的演讲哦，是5年多前呐、2009年11月在宜兰啊，陈建南基金会那边我演讲《绿色能源永续宜兰》，那个时候啊。林宗学也在啊，县长哦，也在那边听啊、那时候我的主张就是在宜兰的清水做 EGS 啊，所谓 EGS 就是加强型地热，我等一下会解释啊。
啊，我现在并啊有点改变看法哈、哦。然后2011年8月啊、哦，我就发表说，哎，在我们台湾环境上面呢、啊、哈、哦，地热跟黑潮来取代核电。然后第二年的10月啊、哦，我就认为就是说我们可以发展到自主能源哈、哦。所以很具体的就是说啊。2013年1月在立法院啊啊，我就立法院的报告啊，我说2030年台湾应该地热可以20吉瓦